Neo Nari.某方面来说，用枪他还蛮烂的。才嘴玩而已，他就在那边，而且那我们让，对他装死，妈的，哦。死了吧！哼，刚才是要损他而已，结果他马上复活。还有，哇哇哇！你是什么四驱车是不是？这是四驱车是不是？也太快了吧！哎呦，再快也是86。哦，小房间。有钱呢、欸，哇！看我们的女主角见钱眼开的样子，你看怎么滑，她都是想要偷看钱。你看，她都一直偷看钱，她的视线就是离不开钱。OK， 抓到了拜金女，乱嘴。她怎么点不到？银币，还有啊。电灯的光芒照射着这些我从未见过的旧银币，刚才已经拿了一枚，没有必要再拿。你在那边假装，明明就还想再拿多拿几个，是不是？因为大家都在看你，不好意思哦。我又不是小偷，竟然干了一些小偷才干的事情，哇！可以，拿了一个了，然后你还说你不是小偷，这就是什么？为了生活我可以忍，但是看到不行。红师傅啊，